然后就等啊，他说等一分，哎、欸，那个那些菜你要再加进去啊，加字。加点肉，还有菜在这哦。还在加什么？自己煮面。然后这里，面呢？面在这。在这边。可是我刚刚拿。哦，那你等一下再煮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等一下再煮嘛，你等一下再吃啊。我想要那个用那个面可以在这里煮吗？这里煮这里的啦。那我可以吃两种面吗？那你先吃完你的东西之后再煮吧。那我可以把那个面放回去吗？不要了，你为什么不吃？那是什么面？那你自己再煮一个。这个是什么？粗面跟细面。差不多一分钟了没？哎，没有，再这一下，再一下，再一下。加进去再用什么？有夹子啊。蛋，卤蛋跟叉烧，还有葱花。拿起来喽。哎，好，拿起来。倒进去。你碗放着吧。OK， 可以了。然后加汤。烫哦。对啊，小心哦。把它推进去。拉开一点点嘛。好了，不要再那个啦，不要再加啦，够多了。好，去吧。可以吗 ？OK。然后加肉。对，当然了，哇。你要帮你夹吗？哦，菜。OK。葱你要吗？不用就不用了，蛋也不用了。然后等一分钟啊。对啊，为什么这个没有这个？不知道。只需要一分钟。他说的啊，你自己看，一分钟。很无聊哦。差不多了，可以把它倒出来了，是吧？看你啊，哦，倒，OK， 然后放回去，然后再加汤，很烫哦，小心一点啊。倒下去就好了。再来一次。你可以只捞一点点就好，不要捞那么满。OK。可以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了。